程度还是不一样啊。我们肉眼凡胎当然是看不到那里面内心想的事情，人里边内藏的啊，是深处心里边内藏的深处我们是不知道啊。你自己知道，那么仙佛知道，瞒可以瞒人，瞒不了你自己，也瞒不了仙佛，瞒不了上天。每一个人啊，这个心里的最深之处，深处啊，最深的地方我们不了解啊。为什么那我的这个第一次啊点禅师班，第二次点禅师班都是这个忏悔班啊，我们深入了解点禅师确实真好，确实我也为了天命庆幸，我也为了老前人庆幸，我也为了各位前人感觉很庆幸，不简单，确实选得很好。你不管他办得多办得少，你不管他说讲道讲得好讲得不好啊，这都在其次。我们取人不是在这个，那么取的最要紧的就是他那个心，那个深处心里边内涵着那个深处在表现的两上海班非常好。我们证明这个两次的点禅师办得很成功啊，他能够两天末了能表露出来，他的内心之处最深的地方他表露出来，就看得出来啊。很多人都是感觉很惭愧，对不起天人师德，对不起前人，对不起自己，对不起后世，很多人都痛哭流涕，这个是隐瞒不了的，很明显的。那么你们这班呢，大部分都是用子名来的，这个子名跟自动的又有点不一样啊。有的很感觉到很高兴，哎呀千人报我名子道，很荣幸，这是很荣幸的事情。有的人是这么样的感想，有的人呢碍于情面，碍于情面就说，哎呀知道我的名字不来的话就好像不生心，就好像不服从啊，我还是去吧啊。也有人这么想，也有人想，哎呀还颤什么回，我的修理办就这么好了，这么多了，讲这么经典，讲经说法这么久，还有什么回好忏？还有这种不甘愿的来的。那我心里想哈，有三种心理来参加我们这个班，啊，可能性是有，当然我也是，可能是多疑心太重了，我这么可能性我这么想。那个我再进一步的，我分析哈，就是我们的。今天在位的200多位哈，你们这个知道，你们对道的信心程度不完全一样，不完全一样，自己知道，仙佛知道，这个话你不相信我的话，你说想想，你们对道的信心，对道的信心，哈，还剩是全信呢，啊，还是80%相信，还甚至于一半一半的相信。这个不一样，真有的人呢，一半一半的信心他也修道办道，有的全信的，啊，完全有信心的，没有一点疑心的，他也修道办道，这叫程度不同，这叫等类不同，那么他的表现就不一样的，他的说道的内容，讲道的内容就不一样了，我们听得出来，啊，半信半疑也修道，也做讲师，也是在前边，也是佼佼者，他也讲，他也说。可是说到的内容不一样，模棱两可，好啊，这不错嘛，又不好，那不道跟生活合在一起嘛，生活离不开道嘛，啊，这不好，反正不半相嘛，反正不必修，比这个不修强嘛，对社会国家都有好处嘛，哈，这种的论调，这种说法。